大家好，今天分享一下那个改变那个机器人的数量和那个获胜条件，效果是这样的。首先，我们在这里搜机器人，也就这个 bot，然后这里产生机器人，建议根据自己的配置来吧。我产生20个，那就20个。产生的时候注意要把这个 playstay 加上，来 playstay。具体怎么加呢？在这里加的，那不类似的，不然全都挤一堆去了。然后你要加多少个就加上吧，我这里可以设置成40个，太多了人太卡了，这是第一点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团队复制条件 TEA MDEA days 匹配 SOC 的分数。这里有一个条件，这是说最大多少分，得到了100分，就是说默认是三十十五，我改成100100，然后它就是说100分，就会，实际效果是这样的，具体什么玩意儿，大家里面去玩吧。炸弹炸死一大堆，我这里设了个残障，靠着他们附近，我在这里偷过去。哦，赶紧走啊！好了，